现在是早上9点，我现在肚子非常饿，我来喝完这个汤。其实我今天有一个想要吃的东西，过那个东西我不想要早上吃，所以先要吃点东西，先吃个纳豆饭好了，然后再想要喝。把这个我冷冻保存的饭加热一下。我包蛋加一下美满汁。今天的那道是达鲁纳纳豆，我最爱的纳豆。然后今天我的早餐是麦饭、鸡蛋、海苔汤、纳豆、梅子和包蛋。好，我刚刚拍完六 TB 的影片。那今天呢，我本来想要吃的一个东西就是麦当劳的 Tsuki Mi Burger， 那就是每年在这个秋天的时候都会出的，里面有荷包蛋、贝果啊、起司啊，很有人气的汉堡包。我从昨天一直想要吃那个 Tsuki Mi Burger， 可是现在有点累，懒得去外面买东西。我的胃口也现在好像比较想要吃蔬菜呀、健康一点的东西，所以先不要吃好了。那我要找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，然后就找到这个了。这是我上个礼拜在超市买的 Cookpad 的布达卡贝兹托洛塔玛果，这个很好吃，我之前有吃过。需要的东西只有布达巴拉尼古、猪肉片、卡贝兹、高丽菜，还有2颗鸡蛋。老公，你要先吃一下吗？すっげー美味しそう。これ前ライブの時食べたの覚えてる？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い。うん。
每次蔬菜好好吃哦。这个猪肉片也很软，然后吸收这个酱的好美味。Thank you.